这三只是基隆三宝，没错。我们刚刚不知不觉的情况下，我们已经吃到这只，这两只还没有吃到。还没有。你们这边的根没，那边那个根硬淡淡了，但汤头是好的。这个就是那个紫包醋，所以这一家就是你说的用香油下去。每周日晚上8点，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詹姆士出手料理，盘石集团。